书刚刚出版，跟大家一起来开箱。书的名字叫做《AIGC 文图学：人类3.0时代的生产力》。现在我们都说是 AI 时代，在你还没有被 AI 取代之前，你会被懂 AI 的人取代哦。因此，我特别写了这本《AIGC 文图学》的书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各种可能性。看到前面的彩图，有好多我跟 AIGC 一起做实验有趣的例子，也看到了 AI 设计的苏东坡和赵孟頫的苏东坡的像。这本书当中有11个章节，跟大家从什么是 AI， 什么是 AIGC， 特别是人类科技文明和 AI 的关系， AIGC 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还有 AIGC 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呢。欢迎大家一起来翻阅这本书，易若芬的新书AIGC 文图学，人类3.0时代的生产力，提高你的生产力，靠 AIGC， 分别 AIGC 的生产究竟是精华还是垃圾，我们靠文图学来跟大家一起判别。AIGC 文图学，人类3.0时代的生产力，易若芬的新书，敬请大家批评指教。